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aron，今天要来分享一个利用三和弦转位和弦，让你的旋律弹起来更有和弦感，更有高级感。首先，先列出我常用的三和弦把位给大家，如下。首先，我这边挑 A mi 跟 G 这两个三和弦转位和弦来作为我们弹奏的基础。那为什么挑这两个？哦，这两个是临近的和弦，而且它的音没有重叠，这样弹起来会更有趣。那我个人使用的习惯会是三条弦，三条弦来找。因为主成音刚好是三个，所以首先我们先在四三二弦上面找出 A mi 跟 G 的三和弦，像这样 A mi G A mi G A mi，再来一二三弦上的 A mi G A mi G。那第一种示范的方式是单独的使用 A mi 或者是 G 弹在你的音阶里面做搭配使用。那我是弹五声音阶，配合着用 A mi 或者是用 G 的三和弦弹在里面，示范如下：单独使用二三四弦上 A mi。三弦上 A mi，示范方式，我们就直接把 A mi 和 G 直接做连续和混合使用，也一样搭配着五声音阶。好，大家可以听听看，像这样。好，首先在二三四弦上。二三弦。就是利用一二三四弦上面的三和弦转位和弦搭配五声音阶来做弹奏，
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让你的旋律更有高级感，更好听了呢？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拜拜。